陈越怎么突然成了陈书记了？刚刚县委组织部采宣布的，情况紧急。陈越同志担任海湾乡的书记，这次专门负责关风寨的受灾救助。啊，这些村民呢，都是山里的各个村寨的群众，来援助我们关风寨。陈校长，哦，不，陈书记。陈校长这一下山，也不知道乡里派人上山送物资，上来没有？主任。 你指望他？他可是马上要调回县城了，才不会管我们关风寨。那么多人都向着他，陈越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哼，大虎，我们钟家在关风寨有口皆碑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还不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都比较公道。 要是都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性格，能成什么气候？安主任，啊，我钟家虽然不太富裕，但是我愿意把剩下的粮食都拿出来接济一下灾民。阿爹，这太好了！对，大家都凑一凑，有人凑，大家凑了80斤大米，我们已经凑到20斤笋干了。 我们拿了120斤地瓜，还有我这也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都有。别着急呀，慢慢来啊，人人有份儿，排队排队啊。报好了自己家里有几口人，可以一次领回家。啊，我家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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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吧？三个，哎哎哎哎，哟，这是谁呀？嚣张的我都快不认识了。大虎哥，是我呀，癞蛤蟆。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啊！你那天声讨的嚣张劲儿跑哪儿去了？大虎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原谅我一次吧。现在知道我爹的好处了吧？人家早就想在我的前边了，还用得着你们提醒？完全是一场误会，误会。去领吧。有财叔，有财叔，有财叔！哎呀，陈校长回来了。 什么情况？陈校长带着物资回来了。陈越？对呀，乡亲们，陈校长带着物资回来了，赶紧走啊！赶紧领粮食，走。乡亲们，快，时间快点，来来来，跟上。阿爹，你看，陈越带着黑乡长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盼星星盼月亮。哎呦，我可不是什么星星月亮啊，你们要感谢啊。 就感谢海湾乡的陈越陈书记吧，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乡亲们，一路兴红，蔬菜都在这边，粮食都在这边，鸡蛋什么的都在这边，一会儿啊，就有人来取。你说的是陈越吗？啊，陈越怎么突然成了陈书记了？刚刚县委组织部采宣布的，情况紧急，陈越同志担任海湾乡的书记，这次专门负责关风寨的受灾救助。啊，这些村民呢？ 都是山里的各个村寨的群众。嘿，来援助我们关风寨。哎，陈校长，哦，不，陈书记，有才哥，蓝主任，这件事啊，等我时间我再给你解释吧。我看现在赶紧组织村民啊，抢修电力。啊，对对对，大家动手动手。哎，阿爹，这陈越平常能当上乡党委书记啊？早就说过，这个陈越不简单呐。 先吃，够的，都有，来吃吧。阿内，你吃。阿内不饿，吃吧。 是夕阳的马蹄子啊，踏了西龙，呼吸牛。
怎样形容？要怎样给你？陈老师，哎，陈老师，来，哎呀，陈老师，陈老师呀，来，这个先把开。好的。哎呦，大嫂，啊，还好吧？好，好。这是第一批物资，马上县里就会大量来配，哪怕路再不好走，我们肩扛手提也要把粮食运上来。陈老师，我们全家都是欠您的。大嫂，你说什么呢？谢谢陈老师。陈老师，乡亲们，大家不要慌，不要乱。大灾面前啊，只有同舟共济，才会战胜困难。一定要保证好，我们所有的受灾群众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干净水喝，做好恢复生产的准备。哎，我觉得啊，你特别像一个人。谁呀？诸葛亮。谢谢啊。你呀，应该谢谢你自己。忙活一天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我叫雷锋水。你呀，就当我是诸葛亮吧。咱们萍水相逢，不一定要知道叫什么。那我以后就叫你女诸葛亮吧，好记。行。行，赶紧去刘家饭店结账吧，7点我还得去医院呢。好。等等，你自个儿去拿钱，女诸葛留着。回头啊，你把钱拿来换他。老张，你真是信不过我啊？没有，做生意嘛。没关系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先去。行，那我快去快回啊，走了。傻小子，行了，自个溜达溜达，别跑远啊。哎呀，你说这天都黑了，俩人还没回来，货倒没啥，没出啥事儿吧？就你心肠好。现在呀，人人都抢着生意做。刘老板，老板娘来了。哎呦，货都送出去了，一个不落，全都送。就是山哈的骨气。小霞，小霞，拿两条鱼来，拿两条大黄鱼回去补补啊。哎呀，老板娘，鱼我就不拿了，我也没地方坐去。但是有个问题，我能问一下你们俩吗？你说。明天这个货还能让我送吗？